像这么大的章鱼，哇天哪，它这个出水孔比我的手指都粗啊，它一天不得排一吨水啊，嘿嘿，哎嘿，变色了，像这种章鱼它是随着食物的颜色改变，来吧，哇嘿，好大的劲啊，哎呦，我天，哎呀，我天哪，这个得三四斤吧，这一个出来吧，洗在手上太爽了，跟那个做那个桑拿一样，这个成王撒了将近半斤盐了，它就是不出来，再来一下，这边都没个大坑了，我把它挖出来吧，我是我也等着急了，来直接这样应该能出来，哎呦哎呦，哇塞，又惨了，出来出来，哎，这哇真大了，撒了半斤盐都没出来，真是不给面子，这应该是天冷了，成王都不爱动弹了，露点鼻子给你看一下就不错了，带着吧，这家伙该说不说的，握上本领握的是挺厉害，估计也是拜过师了，我天哪，这应该是那种湖头，我们这边养海参用的，光剩玻璃塔了，都是被浪打碎的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应该车都暗器了，这边还漏漏小劲，弄不好扎脚那是一定的了，应该是另一半，我今天能不能把那一个葫芦找齐也收着吧，我又要拆家了，这边又来了，我也